哎，论坛嘛，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A 群的也不行。对，A 九也冷清了，现在。主要是战地四大陆封了三年，一下就没什么人了，好多人都是自己在玩，也不知道在。战地四不是打天朝啊，进解说了，然后就哇，开场炸这是。轰炸机开场爆炸，然而呆子还在骷髅呢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apples.来，子弹直接炸你！我操，KP 你行不行？KP 你行不行？我操，咱能骑小摩托去？这他妈路上就有一个呀、啊！我刚刚脸上。哎，不是 KP， 为什么我看他那坦克是他们两炮一块发呀、啊？什么鬼啊？这他妈什么准度啊？这是，我去你妈！你们在哪儿？你们在哪儿？还上地了，那我靠！跳过来，看能不能跳过来。我跳过来了呀。哦，跳过来了。去地，去地。看到。我在你后边100米，你稍微慢点。我刚在杀人。What the fuck？ 哎呦，碰上机枪了，没辙了。这一头跟谁啊？头。这种距离碰上机枪好尴尬呀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 apples. 你们炮台上还有人啊！啊！我操，看见了，炮没了，炮。炮已经下了，炮已经下了。防空炮吗？不是不是，是那个地堡的巨炮。哦好。哎，呆子怎么不说话？人已经被我清了。防炮人已经被我清掉了。哦，现在没人防炮。好，感谢。哎呦。没人了也，有一点，哎，不少，多少？他们的攻击技术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Duff. 我操！被狙了 ，fuck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 Edward. 我也很尴尬，你看我在他们小石，我都在小石头后面待着，我操，我也不敢下去，下面有坦克，我操。哪边有狙击啊？我也来。哇，是谁掉？好家伙，垃圾时间了呀！已经垃圾时间了呀！一点有防空炮哦。然后他们主攻边。有人跟我下山吗？我操，又炸死一个，也可以啊。一点，
他们有人在抢 B 点哦，两个。我去 C 了，我去 C 了。在路上，在路上。操，萌萌也在，我去，都来了。看到了。不是你怎么死的？那可是我就在你旁边。啊？算了，我先冲一下再说。一点山上，在外面，两只、三只，坦克在这儿。一点三只哦，他们要近点。两辆重坦，两辆重坦都在一点。换条腿。没血了。他们有两个重坦。我靠，逃在，逃能不能救我？扣死了吗？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. 可挂你小心点，那边重伤。啊？你们老家那边啊？回去了，回去。B 点多人哦，跑得太慢。那租一台对空机了。重坦从 C 点出来了，回忆了。那你们搞，我搞不了。两台、三台机，三台机器，不是三台。哎呦，麻痹重坦。哎呦，操！我的高手。好了，我跟闻到这螺丝怎么臭啊？We have lost objective edge. 哎，我操！我他妈的掉到地底下去了，我去！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. 哎，摔死是什么鬼啊？谁在我这身上活的？不是我问你，谁在我身上活的？不是，我刚在他们地底下，然后他们有人从我身上活了，直接摔死。我没在你身上活，我他妈的，我他妈从上面掉下来，我他妈满血摔死。啊！Quello è un aereo nemico. Return to the combat area. 拿叉。一点人不少啊。他们巨兽输了。可以下去了，可以下去。你要干啥？他在对，地点下面好多人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 Dog. 嗯。An enemy airship has arrived.
啊！我他妈跟你下去被侵犯是吧？冲吧，冲吧，冲吧！哪里多人？这火可以的，我操！哪一个点人多？我可以帮忙下。B 点吗？B 跟 B 之间。OK， 好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 button。我看到了。啊！我操！没人了，没人了。刚说完就都在清了。B 点哦。B 点很多 ，B 点跟 D 点是中间，他们两条战机出现了。哎呀！我要去刀他的。Velivolo nemico localizzato.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. 靠在那儿，我操！尴尬了。KB 没血了是吧？那你先撤吧，你先撤吧。呆子太厉害了，不是他们 B 点多少人啊，这还没拿下来啊，这重坦在干嘛，这外面的人哪里啊 ？B 点里面吗？是哦，那我炸不到。B 点里，他们在 B 点里面，他们都在 B 点里面。应该要。你上，干得中啊！我帮你炮。好，炮死啊！你妈逼！你他妈挡我！你挡我！去你大爷！我操！妈的，全死了！我操！哪个逼？我看你，你这他妈都没打烂啊！你也行啊！哦，把你后面三杀了，把你后面三杀了。不是，咱你把那他妈齐柏林干了，你他妈不干的话，这齐柏林还没怎么掉血呢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. 怎么跑去了？我们坦克打齐柏林太慢了，对啊，一下五点血啊，那个跟那一炮是他妈一样的，太恶心。哎呦！We have taken objective Edward. 该是坦克苦的。肯定啊，飞机打的肯定快的呀。后面有人，大家先别上炮，先别上炮。吃雷啊，什么鬼啊，应该把齐柏林炸在那个 B 点正上空，这样能把他们底下的人全他妈炸死。里面是有个炮车吗？炮车在干嘛？炮
是在他妈一个很诡异的位置上停着，不知道他在干嘛。哎，这轰炸机想干嘛？对掉了，在我这里啊。不知道啊。不是不是，地点就他们一个人。得，妈的，我他妈坦克他妈一打二。对面怎么三辆坦克了？两辆正坦，一辆炮车，什么鬼？工业，想带的人头爽。谁扔毒气弹啊？这张图还要扔毒气弹，哇！他们有防空炮哦，不知道是哪边的，我只被射。在他们现在地点，那个地点一点一点那边有一个防空炮，一点不要去了。低点人很多，低点是主攻边。什么？五架一起那个，这一手都跟你交了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apples. 啊，这地点是重，现在重塔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. 靠北那个防空炮，哇！地点防空炮有人的，刚才被他弄掉了。死了。你说地点防空炮吗？对，地点防空炮人死了。哦。还有人没清干净，站住！啊，清干净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. 等会儿再炸。还有两颗子弹啊！Contatto visivo con il soldato nemico.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Duff. 你是高速还？你是在什么周速度上？就是你是用第几人称？你的视角是第三人称炸。那你第三人称的话，那。你那个速度可能要再控制一下，一定要很快，你这样打的范围才会大。我不是颠倒的，这看个人习惯。因为你想要炸多了，你的速度一定要很快。如果你慢速的话，你炸的范围就会很小，因为只能炸到一只这样。那可能要多习惯一下。其实这台战斗机是蛮好开的啦。了解。不过这个开久了，你会觉得比前几代还好开。个人认为，只是差没有雷达跟 ECM 而已。对，
救命，呆子！救命，呆子！我后面全是人，呆子！回头，回头，呆子，别跑了！妈的，呆子还往前跑！你们这个。地点里面多少人啊？好吓尿啊！应该是重生信标吧？对，我蹭一炮打坦克身上，他莫名其妙死俩人，那又打一下又死俩人，见鬼了！我操！什么？他们你太多战机了吧，他们。他那坦克还有人在修，打不过，打敌民区。哇塞！他们的防空炮真的很烦啊！那个坦克出点了，坦克已经爆了。啊，爆了！是不是我刚才杀那人就是坦克吗？这他还不如直接从那个前面攻进去呢！我操，好忙这。高达，我先开一点，高达。防空炮爆了吗 ？Nice。我觉得要有一个人当诱饵，然后一个人去炸，反正好像那也不错，对不对？还有。我要被打！他妈的，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什么玩意儿在打你？坦克呀，身后什么东西啊？王翠啊！你上面是个坦克，智障一样！我操！跳进，跳进！呆子，别从这儿出去！呆子，坦克在前面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 Dark.你要过去吗？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还在。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爆炸了吗？哦，是有，是有。嗯，他可能你们有人射到他，他很不爽吧。哎，这场破不了八十啊！不会，哎呦！哦，可恶！可恶！
哎呀，没有80人呐、啊！下了下了。开心了吧？出 bug 了，退不了游戏，算了，我下了。好了，我他妈换个队还抢到坦克了，我操！你感受一下。